我好像看到某一个人了。这是谁啊？有人跑进去了。哎呦！嗨嗨！是哪位啊？是谁？是谁？我是幸存者。把枪交出来。不是，我是医疗兵猎人。后面那一位是庄哥，他是战斗人员。啊。你有需要任何医疗帮助吗？暂时。好，那你有需要什么资源吗？应该有。好，那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我装一台车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要说哇，我还以为你要说找橘子。没有，这个是谁？这个化妆有点可怕、欸，那是僵尸来的吗？你姐姐吗？哦，对啊。失忆了，后面有僵尸。哎，啊！你要画两坨腮红啊，这样子僵尸就不会怕你。没事，我受过训练。哎，你要围？哎，僵尸很凶的。但我没有说，我没有受过训练。橘子救我！还好。Hello, everybody！ 欢迎收听末日电台，我是你们的主播。哪位啊？橘子，救救我！我捡到一把枪。帮我叫僵尸围过来，僵尸围过来。叫橘子，或者是叫医护。橘子。不叫橘子，我们受到僵尸的袭击啊！哇！那等我一下。那个僵尸少女好拼哦。瞬间干掉十几只僵尸啊！你看他动作是在哪里？我刚刚看到了，这个声音也太好笑了吧！好笑啊！人生真是太美好了，获得解脱啊！这 P 位迎来一群僵尸，哎呦！我居然爆头，好爽哦！啊、我们的队友已经被僵被尸变了，我来把他爆头一下。我要开啊！你靠呀！他会讲话呢，哎呦喂！你还可以讲话、啊，这么厉害！继续找他申请。为什么你死掉还可以讲话？嘴巴也会动啊，你尸变哦、喔！啊，我在解车，那、僵尸跑过来啊！哇哈哈哈哈！我被杀死了！完了！杀僵尸的时候杀到人了。我被妹子失手杀死了，不然我要凉了，一分半。来得及，我已经救你了。啊，感谢感谢帅哥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孩？也就是这位医护官的。哎呦，医护官的小朋友这么可爱，很可恨。你说怎样很可恨？那别人看别人家小孩都很可爱，那看自己家的就很可恨，不一样。我懂。哎、你别骂他在那个、你懂的。哇，爆头呢！我好准哦，太佩服了。我也想尝试爆头一下，借过一下。你为什么要一直举手？要我过一下白天呐、我想尝试爆头。哦，好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他是不是拿我挡键盘了？会的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，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！还开枪了！你射我！我靠！要打偏了。
你好弱、我原本只拿没有，我拿枪指着他而已，他就突然对我开枪，我来不及好不好？你们不是在互射吗？没有啊，我在闹他而已啊，他竟然对我开枪，那我肯定不能放过他啦。你知道是离我远一点的，天哪、啊！你他妈的，你完蛋了！欸、所以边救还可以变移动哦。可以啊，那个要会用啊，基本上你只要会用，你基本上就 OK 了。哦，就跟收东西可以动手一样。他打他全院长了，刚刚。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谁没穿衣服？够 man 呐！对啊，露那个肌肉 muscle， 你要不要摸一下？对了吧 ，muscle， 可以吗？上吧，他不会在意的。我去戴个墨镜。我去戴个墨镜。你看我，你笑、哦。我手臂有男人的味道，男人的味道。我只有手臂肌肉很健全，你看我是不是？好好。哇，六块七呢！我他长官呐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有原本是他长官呐、啊。原来就是你刚在路上跑，比他还要狠呢、欸。里面有证人啊！可以收。哦、好啊，对啊，可是我原本就是这个长善心、啊。那个箱子上面有一个红色的 C， 跟一个反过来的蓝色的 C， 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 G 跟一个 O 吧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那个金锁这边有二十。哎、欸，江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这个里面这个也可以收。哎、欸、啊，你跑哪去了？在你后面。看一下，我现在背包里面有放什么东西好了。好吧，我背包里面都是一些大把的。这个箱子。我背包里面只有三把武器。上面蓝色的图片可以收。有吗？我可是我看上面没箱子啊。啊，没有，你要跳上去。哇，你怎么全身都弹药？洞洞。都谁过啊？对啊，没有上面那个。我吗？没有，我还是他、啊。猎人呐、啊。我被生化感染过，然后呢？可是我有免疫的地基。炼钢厂吗？对啊。跟我来。是哪里？我看看，这是在。你看有没有物资？来，里面请。手电筒拿出来哦，不然看不到。有没有资源点可以收？这里有两个箱子可以收。哦。跟那个蓝色标签的也是可以收的。哦，好棒哦。那旁边这个白白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像石头。我翻到一个钢跟金属。是我比较适合。哦哦，僵尸！你干你谁啊？僵尸跑进来了，你旁边很多。哦，你后面。不是，我没有开枪，怎么来打我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哥，我错了。我要躲在你后面。哎、欸，不知道，我刚刚没有开枪，所以他们进来是先锤我。你长得比较帅吧？帮你爆头了。你们先收好，我出去外面。收完了。再往里面走，里面还可以再走。里面还有吗？这个楼梯还可以再走，你们上去看看能不能再往里面。有僵尸。僵尸来！来、欸，小心。OK 啊、哦，怎么那么多、哦？你们先上去，我过去。你们往里面走，我在外面掩护。你捶我干嘛？有按到按，到我生命力够硬。哎、欸、啊！怎么有人跳楼了？
壮哥，你还好吗？壮哥，手滑了。没有，他在训练肌肉啊。手滑了，手滑了。训练肌肉应该是我来训练的，我刚被枪都 K 了一下都没事。只是想要体验一下摔下去的感觉。好可爱的声音哦！什么声音啊？有小奶音的声音。小奶音？什么都没听到。Let's go。Follow me。因为戴那个头饰听不到啊。哦。哦，那我也要戴起来。这样子就听不到僵尸的声音。你说这个、喔？对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哦，好奇，她、啊、是女生吧？阿轩，你在哪？我女的、啊，我在后面。是啊，好，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对啊，靠腰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车啊！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这台车只能坐两个人啊！妈懒趴，不要当我没坐过啊！哎、欸，没有三三的，你跟我说一台車。他刚走 S 型路、欸，快上车，快上车！等一下你们十条标线来救我，我当初没看到。我是义务兵，被谁锁起来了？解锁，解锁，快上车走！我也可以上车吗？再试一次，再试，再试一次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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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挨个位置，快走，快走。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真的，他还是上车吗？快上车，赶快上车，快上，快上！那个门我已经锁了，那个慢慢来，不急，不急。有啊，上车啊！那个门坏掉了，然后你没被弄下车，我觉得有点不值啊。都上来了吗？都上来了。OK OK。好、哦，我带你去烤鸭场。我带你去甩尾。Hello、哦。我要变成藤原阔海了。他居然说 Hello 哎、欸。什么？他是车车。车车。他几岁啊？车车。超可爱的，藤原阔海上身。他几岁啊？两岁。哇哦，好可爱的声音，他很适合配音哦。小叔叔。哎，妹妹好。妈妈你好。啊。夏姐姐。夏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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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，姐姐啦，叫姐姐，叫阿姨，叫阿姨啊！我的家嘛，哎呀，啊，越扯越远喽！我一个加重，哎哎哎，啊，叫阿姨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你的问题，我做的都有。叫妈妈。是不是在剩漂移啊？漂移婆，姨婆，他网络不好在漂移啊。哇，我看整台车都在漂移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直接浮空哎、欸。他的网络不好，你用手机上网哦。很安全的好不好？很安全，我们不安全呐、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我开车技术让你们满意。而且右边没有车门，我觉得那个裸体男可能会被。没关系啊，他被停下去最好。拜托，下次坐他的车要戴安全帽。啊，你们不是都有戴安全帽？只有我戴而已啊。那我帮你闪下车哦。记得要买保险啊。好，那我帮你丢下车哦。
我系安全带还好啦，我办法把你弄下去。哎，别闹别闹，下面很多僵尸啊！跟你开玩笑而已，那么紧张干嘛？我先把他射死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的影片先到这边好了，我们改天再来去收我们的物资啦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